小尚，身为朋友，我不想左右你的选择，但只有练气，才能让人族变得更加的强大。我只想借到一方换岛的土地，可以在神族攻击的时候，让他们有自保的能力。我若答应你，便是在帮你们发动战争。哎，冥顽不化呀！在矿场的时候。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们能逃出去，但最后，不还是做到了吗？小尚，相信我，我无法做主，但我会禀明师父，看他是否同意，借你们一方修炼之地吧。